走了。哎，那你就是健身教练啦，啊，对那种吃啊那种东西很有关注了，是不是？我想问一下你啊，有什么食物啊吃了啊让人家爆肥了？怎么？你要增肥啊？你说咩？不是我，故事是这样子的。最近呢，我刚跟一个女生拍拖，这个女朋友呢身材细别苗条啊，是个平面模特，时常去接那种比基尼广告来拍的。你知道咯，有哪一个男生可以接受自己的女朋友穿少少在摄影师面前摆来摆去，对不对先？所以呢，我决定呢，这一个月里面呢，我蹲肥她，给她肥，给她身材走样。如果下个月要拍一个更性感的广告的时候，我不要给她去拍。所以有什么办法？你这个人心机很重哎，人家都喜欢他们的女朋友。朋友啊，都是身材美美啦，热辣性感啊！你既然要炖给他肥，没有，我们男生呢是喜欢人家女朋友身材苗条，自己的女朋友身材走样一点没关系啦，不要给他看嘛。姐，有没有什么食物是肥的？还是你平时好，你在家里看他，他喜欢吃什么，那我们把他喜欢吃的东西分量加重，给他肥。这样都给你想到，你真是心机过我，你真的是。OK， 我去研究一下先。OK， 谢谢你啊，鸡排条。哎，我去打包晚餐了，你要吃什么？你帮我去对面打包，本哥，我要鸡肉了。又面包？你早上敢吃面包来哦？丢，你又吃面包啊？你够力哦！昨天整天吃面包，今天又吃面包。面包好吃吗？看你居然变老弟白了了，真的是。嗯。哎，鸡排条。哎，鸡排针。哎，我研究到了啊，我女朋友啊，她原来最喜欢吃那种面包类的食物的，面包会肥的。我面包最肥的，尤其是那些 burger 三轮子，西北肥啊。三轮子都会肥吗？对啊，三轮子里面的肉啊都是炸的，还有里面的 sauce 啊是罪魁祸首，放越多就越肥。这样子哦。喂，昂哥猪。喂，怎么是你？怎么在这边了？我来买早餐啊。你这孤寒种，你吃早餐你会来这种高级咖啡吃，还要吃三文治，你会塌了喂！200块几十万，喂，你不乱屌哦，你都不懂这些三文治几点所害呀、啊？又大又便宜，而且哦，一餐等于我的三餐呢。哼，我就是没有钱我才买嘞。有这样大没有哦？看你这样所害，你进去 try 看就懂了。真的好吃吗？喂，鸡巴200块。哦，想起了有一家三文治好像很扛这样子，恐分肥啊！你连吞他一个月啊，肯定肥到妈妈都不认得。如果不肥讲什么？不肥是吗？你拿这个射我的姑姑了。OK， thank you， 我去蹲肥了。OK， 来，鸡巴球。哎，吉利不利，哎，不搞冰冻就拜哎。冻不啦你？哎 ，thank you 啊 ，thank you 啊，哎呦。哎，爹，你买什么吃？爹，你平时很喜欢吃老弟的，是不是？我朋友介绍啊，这个牌子的三文治啊，一厘哦，西北大粒，西北好吃，西北多种口味哦，我特地买给你吃的啊！来来来，开餐开餐开餐，这不是很贵？哦，放心放心放心，不会很贵，很便宜罢了。而且啊，我给了 money pass 的啊，你现在想吃什么，是不是？你直接上网去点就可以了，我给了一个月的月费了啦啊，你任你点任你吃吧，好了啊。OK， 谢谢你。让你吃多一点肉滴，你的那个肉肉就肥肥一层一层，到时看你怎样脱，到时看怎样拍照，到时你就给人家肥一坨。哎呀，你笑什么哦？哦，没有看到底频道的笑话，很好笑啊！哎，金怀珍，你女朋友怎样？分手了咯，一个下来啊，不但没有肥到啊，而且更瘦更苗条，手机拍更性感那种照片，我顶不住了啊，那分手了。哎，没可能的，为什么不会肥了？都是那家三文治公司啊，越吃越苗条啊。什么公司哦？那隆重推荐全马最火的日系三文治专卖店 Wake Up Bar， 他们的元气早餐爆蛋三文治不但不会肥啊，而且越吃越苗条，因为他们采用了全天然的配料去制作，重点是西北大份，你们看看他的蛋大份到离谱到没有朋友啊，一个三文治的分量你可以分几餐来吃，省钱又健康。嗯，除了三文治你也可以在我的咖啡来吃到其他日系料理，如鳗鱼饭等等等等等等，所以不要等了，马上去他们的网站下单蹲高他。哦，没关系，这次过后呢，我决定呢，下一任女朋友呢，我要找那种呢，身材呢很有安全感的。安全感，这样才算安全感哦。就好像阿姨这样子就很有安全感了，身材。哪一个阿姨啊？香港那个阿姨啊。哇，香港选美那个，我的女神来了，别跟我抢哦。哪位你敢来啊？这个。